快扶一下，扶一下。没事，老师，您先去忙。啊，好，那您在这歇会儿啊。石江南，怎么回事？你的脚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是不是人行立牌出了问题啊？可以吗？不行。玉鑫，我来帮你吧。那江总，你帮我好好照顾一下陈将军，我先回去一下。好。你这腿到底怎么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我跟玉鑫姐的秘密。幼稚，姓江的又怎么了？说。虽然我知道玉馨姐接受了你，愿意和你在一起，但我警告你，玉馨姐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她值得得到最专一的爱。玉馨她都告诉你了？装什么呀？那天我们在商场撞到，我就知道了。所以啊，你最好跟你那些女朋友都分手，否则我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俩在一起的。我想你是误会我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女朋友，一个都没有。还装？那你买那些内衣干什么？你自己穿啊。对，我自己穿。我自己穿怎么了？而且玉馨根本就没有想和我在一起，因为你啊，她拒绝了我。对不起，江总，我不能答应你。是因为我的特殊癖好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因为我好像有喜欢的人了，不是好像。池江斩，你要是敢不经过我同意就消失的话，我就把你人形立牌给你火化了。你听见了吗？你的脚确定没事了吧？
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？你别闹了，都怪我，忘记关水龙头了。没事了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而且，又不是你的错。放心吧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你先别转过来。
吗？当然可以。我要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秒钟。噔噔噔噔！哇，还不错呀。玉馨姐，今天晚上我的纸片男友上映，咱们看完之后你想吃点什么呀？火锅吧，看完电影还挺想吃火锅的。好嘞。我说两句啊，忙了这么久，咱们这个项目啊总算是圆满成功了，辛苦了。那就祝我的纸片男友票房大卖，收视长虹。干杯！吃吧，吃。姐，可以，好久没吃了，天哪！放心，已经画完了，不会准时到。还是不行啊，蒋总，我腿没法走。我说你年纪轻轻的，这个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别看我年纪轻轻的，我拯救世界的时候受过很多伤的。停，这多余的话就别讲了，好吧？哎，上来，我背你。谢谢江总，叫哥哥。你好，我想给他上户口。您好，请问他是您什么人呢？老公。杨子。放，你用右腿，对，右腿压左腿，好吧？来。你确定要亲他脸吗？我觉得导演刚才说亲脑壳挺好的，这样对你们俩脸都在，对，然后亲脸就在那边。哎，吓我一跳！现在在找狗呢，小哥哥。二十四局三场，三场三。